呱！这青蛙太快了。你是青蛙吗？不是。谢谢同庆奶，欢迎徐矿菜头柜成长日记，没有错，今天就是我们的第二届菜头柜杯儿童节礼物 PK 大赛。去年是200块比2000块的对决，让你赢了。耶！大哥，你听，大哥。你用那个犯规让面包超人的车子2000块、啊，我跟你讲，今年预算再砍一半，你就让1000块给你玩，好不好？好。我咧直接除以20，我用10块跟你拼就好了。那我一定赢啊，10块哎！我今天就10块对决你1000块的东西，你先秀你的来。我买了这个润滑梯。最近只要疫情影响了，差不多都不能出门了，不能吹溜滑梯，所以买一个这个充气大的，然后可以玩水的。刚好最近天气有点热，可以玩个水。我跟你讲，你这种妈妈就是太奢华了。砸扣哎！水枪，你的身高变变给啊！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我一拿出来，完全吸引他。你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他会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哇，想要吗？你觉得爸爸帅不帅？爸爸帅。爸爸帅还是三下智久帅？三下智久帅。啊，不是啊。来来来来来。喜欢。来，爸爸猜好吗？来，爸爸猜。哦。看他多开心的表情。爸爸打开了。打开呀，打开。换。爸爸玩好像比较好玩。啊，爸爸帅还是三下智久帅？爸爸帅。对啊，爸爸帅啊。蹦蹦耶！蹦蹦耶！你看，妈妈的溜滑梯。我呀。你帮你换啊。你的蹦嘞？没有，看你的新的蹦。妈妈的。很大只吗？有，爸爸拿大鸡爸，爸爸看多开心啊！爸爸拿大鸡，怎么样？20块，我跟你讲，他最喜欢就是蹦，你不要那种追求那种奢华的东西，我10块、20块，他就玩得很开心，小孩子最单纯的嘛。充气啊，我觉得等一下他也不会玩得很开心，他应该会吧？啊，应该不会。来充电仪式啊，这搞干，你看花钱又耗时的，对不对？陪他玩呢、啊。这么大一个，还要那充电，成功了哟！搞半天还没好，将将完成。哎、欸，不错哎，哎，这样还蛮大的，还有2池，然后溜滑梯，这样子1000块，其实还蛮便宜的。我们就从家里运那个温水来，让它变成温水游泳池的感觉。来，啊，才这样的养，不是我们这个阳台没有热水管，对，我们只能从家里一桶一桶搬过来。你要搞死的，你就要玩水枪了，你搞的，啊，运水。啊，一半了呀。其实都差不多了。哎呦，差不多啊、哦！最后，辛苦了。不是，你看这个，
你害这些人找了半天。我们装水装了半小时。他们应该会很开心。应该会很开心吧？我就说你那水枪玩一玩就好了。好了，我们水都打好了。哎，这温水，哎，这温水超爽，这跟泡温泉一样，跟泡澡一样，好爽哦。好了，准备叫蔡老贵来玩了，好不好？好，看他们很开心。来，掌声，我们欢迎这个礼物得主蔡老贵。蔡老贵来。你看，哇哇，你看，哇哇哇哇哇哇，喜欢吗？蹦呢？蹦呢？蹦在你手上啊！你要溜吗？妈妈帮你拿蹦，你去溜好不好？好，你去溜。爸爸帮你。好，爸爸帮你。这里也有。这里也有。这里也有。看看，从这里溜。1、2、3，太短了啦！哦，这是滑水道这么短，一千块都这么短哦，这不行啊！我知道他身体不够湿啊。哇，好湿哇！是洗澡吗？跟洗澡一样。然后帮我们都说两次啦。有喷水枪有水吗？有。有水吗？啊！哇哇！各位喜欢吗？各位，各位比较喜欢蹦还是溜滑梯？溜滑梯。耶！不是，等等，你喜欢溜滑梯还是蹦？溜滑梯。不过溜滑梯好玩吗？可以。可以哦。这不是溜滑梯，这爬楼梯吧？它就是用爬的。这样爬的。恭喜！你看他是玩水枪玩的，拿蜡笔侠的，哇！哎，大贵下雨了，下雨了，哈哈哈哈哈！来来来，爸爸，爸爸换换，黑龟。我要不，你成功了，这要躺着，第一躺，哇，还没打水，爸爸也要接呀，爸爸也要吗？爸爸下去应该水就没了，你是青蛙吗？是。嘿嘿，爸爸，还有一个法令怎么变的？很会啊。很久了，那你去抱爸爸好吗？爸，躲起来了，还躲，躲起来。是谁？差不多了啦，我
我觉得大人比小孩累啊。对啊。他会最后选择今年的儿童节礼物大赛，你喜欢水枪还是溜滑梯？你喜欢蹦蹦还是溜滑梯？各位。溜滑梯。溜滑梯。好了，今年的这个水枪大 PK 大赛，算是平手。我忘记，他明明刚刚说的溜滑梯。他喜欢玩水枪，等一下嘴巴，嘴巴说溜滑梯，所以算是平手，好不好？你以1000块打败我这10块，也没什么好开心的。回家好吗？不要。大概快变冷水了，已经快变冷水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回家好吗？他很伤心，你很难过，很伤心，不想走。他很伤心，他要玩溜滑梯，爸爸怎么办？走啊，怎么办？你害的，你害的，你害的，你害的。那你拿水枪蹦，他不能。好。是蔡波能，不是妈妈。希望他肚子啊，还有苗你肚子啊。